更替的司祭职位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耶稣基督他有先知，他有司祭，还有君王的职位。在我们教会里一年最后的主日，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君王节。在圣神降临后的星期四，我们庆祝耶稣基督永恒的大司祭，就是今天我们庆祝的是耶稣基督永恒大司祭。他不只是大司祭，他也是一个祭献，一个祭物。那他身为永恒大司祭，他立了一个榜样，为每一个司祭神父们在他们执行的职务时，可以把耶稣基督当作榜样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虔仰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为了你君位的光辉及人类的救赎，你派遣你的唯一圣子做永恒的大司祭，恳求你因施惠着圣神所选拔的圣职人员及其奥迹的分施者，在接受圣职后都能忠实而妥善地尽职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。上主说，时候将到，我要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订立新约，不像我从前握住他们的手，带他们出离埃及时，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盟约。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，他们却破坏了我的盟约。上主说，那时期一到，我要与以色列人订立的盟约是这样的：我要将我的法律放进他们的肺腑里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。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人民。
上主说，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近人或弟兄说，你们该认识上主。上主说，因为不论大小，人人都必认识我，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，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。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。上主对我主启示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。上主自西庸伸出你的权杖，你要在仇敌中统治为王。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。在圣山上，你诞生之日，王位就属于你。我已经生了你，好像在黎明之前的朝露。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。阿门。是天主子，却有所受的苦难，学习了服从，且在达到完成之后，为一切服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古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把饼擘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去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感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从杯中喝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新约的血，为大众所倾流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，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我们今天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大司祭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耶稣基督是永恒大司祭，那一般的司祭是怎样的司祭呢？在犹太人的那个宗教的生活，司祭只有在耶路撒冷，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司祭，因为司祭应该是在圣殿工作，他们的工作跟圣殿跟祭台有关系的，所以他们只有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他们如果要，我们说司祭是什么？司祭是人与天主中间的一个桥梁，所以如果他们与天主要跟天主有来往的话，需要一个桥梁的话，他们一定要跑到一个地方而已，就是到耶路撒冷，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可以找到，
在圣殿里面。那他们所做的每天每天都要做奉献，就是要帮助犹太人做一些的祭献，把他们的祭物放在祭台上面，要做奉献，每天就是重复这样的工作。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关这个耶稣基督永恒大司祭，那他这个大司祭，耶稣基督大司祭，他的职务是在一个，也是在耶路撒冷，但这个耶路撒冷呢，不是在现在的以色列，是在永恒的耶路撒冷，在新的耶路撒冷。那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他所做的也是在圣殿，但这个圣殿呢，不再是在我们的地上的耶路撒冷，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他所做的不像一般的司祭所做的，一般的司祭他们是这么做呢，他们每天都要重复的献祭，每天要重复的献祭，但是他要献祭的帮忙这些犹太人献祭之前，先为他自己的罪，以后呢为犹太人的罪。他们这些司祭们，有很多很多的司祭们，他们也死了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司祭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永恒的司祭，他所做的他不需要重复，他不需要每天每天献祭，他就献一次而永恒的，他也不需要信徒犹太人老百姓每天要带祭物到圣殿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祭献，也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台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也是祭台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司祭，他是祭台，他也是祭物，他也是祭物，他做的只有一次而永远，他所做的是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为了我们的救恩，不是先为他的罪像一般的司祭所做的，因为他自己是没有罪的。那我们现在的司祭们，现在的教会司祭们、神父们所做的呢，当然我们神父们也每天有重复的做弥撒，但是这个重复做弥撒而在祭台上面呢，不是重复的把耶稣基督在祭献，他祭献只有一次而永恒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所做的是重现，而不是重演。重现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一次的奉献，现在再显现了一次，现在再出现在我们的祭台上面，所以我们也是参与了耶稣基督的一次而永恒的自我祭献，这个是为了我们的救恩。那耶稣基督的永恒大司祭，他牺牲他自己的性命，他也同时当作现在司祭们的榜样，司祭们也是一样的，要学习耶稣，要牺牲自己，不一定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很多很多的可以牺牲，为了去完成耶稣基督所托付的这个的职务，为了天主的子民而付出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你，
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生命。阿门。生命，是我生命，哈利路亚。你是道路的你生命，你是人类的救主。欢聚一堂，我们高歌，赞扬你的生命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生命，是我生命。